小声，为什么要很小声？因为怕吵到猫咪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猫咪餐厅，不对，咖啡，招财咖啡，招财咖啡。但我喝的会招财吗？不知道。还吵，嘘，他说你好吵。对，这边真的要保持很安静，要比图书馆还安静，不能吓到猫。哦，看看看，今天刚刚我去停车的时候，他们在照相，与猫的合照。回去这只猫了，这边有一只喵。有看到它吗？嗯，那猫吗？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嘘，这边要小声。你知道我们家楼下的猫咪店那么吵，也没关系。对啊。然后呢？重点是，这边其实不欢迎六岁的小朋友，是吗？十岁，你这个未满十岁以下，十岁以下包含十岁，所以你是不被欢迎。以下会被包含的。对，你也是不被欢迎的，蛮特别的。那个小孩，而且一样，来到除非你能够守规矩。你们会守规矩吗？看起来越不要摸啦，说你以为你是猫哦。但重点是我们来到二楼以上还要脱鞋子，哎呀，脱鞋子还要穿袜子，然后还叫我去坐在猫咪的那个椅子上面，去那边穿着那个脏死，然后全身都是毛毛。如果泡泡知道了，泡泡的感受是什么呢？你小心拿两只手，不要滑下来。对，惹到猫你就知道。我这边没有拍到猫，我只拍到人，因为猫不见了。待会再带各位听众去看猫。那是刚拍过了。好，这个反正爱惜动物的小河，爱护动物的小河，来喂小猫。花钱喂小猫。一包啦。两包哎。嗯，他可以找钱好吗？是叫的米克斯猫，米克斯吧。最后一个了，刚好。好，我们的弟弟也买了50块钱的猫零食。是饲料。猫零食。我给你坐下来。所以呢，我每天卖你10块钱一包，结果那你免费，那你去喂泡泡。会养吗？就这样子的。没有，是你给我。坐下来。狗狗会养吗？不会的，你坐下来。快点啊，等你。一次给他，只能一次给他一个。哎呀，等的好小。对啊，你平常那么坏。放在上面吧，手不要退缩。对，这样。哎，小白来了。小白先喂他俩，你不要动。然后再喂一只它。吃一颗就好。小白，其实它叫来福。阿莫是要被骂。对。起来不能给他们吃。对。因为你要被骂。如果它是小白的话，那它就是小黑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其实都很丑。这只最漂亮了。这是上面六只。来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你觉得这只漂亮呢？这只也很漂亮。这谁漂亮？这那你这只最丑了。这只以前我们家也有养。它穿吊嘎，那个吊裤。但我们家以前有养过这只鸟。不对，他穿的是白色内裤，白内裤。那你只要看到猫是三个颜色的话，就是女生。是吗？对，都是。小声点。它三个色。它应该很容易掉，很长。你可以看我刚刚拍照。我们现在录影存证，看谁是今天谁身上猫毛最多。
爸爸的袜子已经有猫毛了。对，我的。走了，没有吃的就走了。你们俩好像啊。哎呀，挡到我了。对。不要你。猫咪，我们要拜拜喽。我们要去吃午餐了，猫咪。那你千万不要看到水豚君的大便。你要去看吗？要对，我们现在去看水豚君大便，听说很像妈妈的大便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是你，是你，很像妈妈的大便。好，那各位听众，我们要往下走喽。刚才的猫，谁？这是马吉。那个穿吊带裤的是马吉。没有啦，斑斑也是一样啊。就是长这样子的猫。我最喜欢那一只叫贝拉。啊，哪一只？灰白，这个。其实长都一样，我跟爱丽丝有什么两样？还不知道多远。然后于是呢，我们要往水豚君这边走喽。就浮在水上那些。哦，小河，你以前在你妈妈洗澡时也是这样子。这是水豚君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了吗？以前你在你妈妈洗澡的时候，你就在厕在那边洗边大便，就这样浮在水面上的。好脏！你怎么整天吃过几次？哦，下面他吃到了皮呀、啊，玉米的皮呀、啊，嗯，好可爱哦。姐夫，我要拍照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跟他一起照。反应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吃的就开始过来了，很像丁恩宇。好的，一下就是要跟你划分吃，尤其是划分。好，下一只。哎、欸，你不可以这样吃。刚刚那边会吵架的。小恩拿过来，给我，整盒给我。你为什么只给他？你这样不公平哎、欸。给我一个。然后你喂上面那只现实鬼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他到底才有？哎，照看我，看我，四个都看我，小恩看我，小何看我。哦，水豚君喂水豚君。哦，是卫生。你不要命哦！嘘，保持安静，对不对？安静，哎。我拍我儿子啊，要边拍边录啊，不行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女生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跟猫咪店说拜拜喽。接下来放到自己的粪池里。他粪池。那大拉屎哦。没有啦，他。拉屎掉哦，超恶。你自己恶你不说。等下这里就流出来黄色。踩在自己的屎里面呢，所以你们都在摸他的屎。他没什么干净的那个概念，然后我用水。哦。你等一下不要不要摸我。这就是招财咖啡，我们刚才整栋楼必须保持很安静。你不知道以为在书店，在成品吗？不是。在图书馆吗？不是，就是在招财咖啡。因为如果你奔跑在那边跑跳的话呢，就会有人说，就会有人说安静哦，不可以跳哦。那我们去吃午餐吧。你看他，你看你儿子在学你，学你爸哦，觉得好乱讲的。
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城隍庙，平常这边不好停车，因为刚才停到市议会旁边，所以现在有车位，我们就来这边逛一逛，走一走，我终于可以下车啦。这边车位的费用是四倍翻涨，路边停车20块，但是私有车位1小时80块，太夸张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哪吃什么呢？现在时间是礼拜天的。哦，排很长的。我那不吃啊。好，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:45，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吃午餐，对不对？好饿哦。这个小朋友都不吃，啊，妈妈吃炒米粉，哥哥吃炒面，爸爸吃贡丸，啊，不对，霸丸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拎个在那边玩牌，谁输了，所以你赢了，啊，恭喜你了。妈妈问你要不要吃一口，不给你吃，你不想吃，你要吃赶快决定哦。啊！那条不能汤配，汤配面，他们没有汤面了。对啊。小恩受不了诱惑，那边。看不到人，那不要吃哦。宝宝还要喂，嗖嗖的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就是盘子啊，我帮你弄在碗里面玩。有蒜头。哪有？人家不说没有蒜。有汤。哪有蒜头？而且你不是敢吃整个大蒜吗？我刚刚都已经说不要蒜，蒜不辣。不要让你讲话。好，这家最有名阿中乐园，妈妈每次有指定要来的哦。新富生的饼店，我们今天没有去，我们来了。好，再来饼店出现饼，看看哪一家比较好吃哦。幸福村的一楼两个电影院哦。你在唱什么？里面有什么？他的裤子穿那么高，其实里面有藏东西，对不对？他里面有藏鸡鸡，手机的鸡，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手机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真的。好吧。